色水阁好，阁将解水两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水，解水，解文水的。好朋友来讲，迄天我阁去找阮共国的，伊的名原来是伫国立北部电台名主持人，我艺界的前辈。结果入去到伊办公厅呢，伊在咧起性地，我讲大哥你是安那？煞唔知影公司这少年人拢削皮脸，两支笔三张纸拢甲伊要当因兜。削皮脸，有当着啊朋友，细汉时啊听许大人捌讲过，不过社会即马较罕伫流传。我去兵台伫大书店查落去，日本时代书店人就解说讲，心肝歹的贪钱鬼，对啦。那伊现代讲法就是贪小便宜。头拄啊咱来讲，公司这笔这纸免钱要当恁兜。阿公兄就甲我讲啊，讲我这个恢复型的人呢，看到一定无欢喜的嘛。啥做恢复型？台语原来三字的意思，恢复性就是讲性情色白白，色性看到你无赞同的代志，起性地。这恢复性的人有当着啊，朋友咧交，咱也互相小灾性，颠倒交卡一下，因为伊袂囥话，袂唱波嘛。恢复性解说，郭正头拄我讲，就是华语咧讲的恢复性情，色性的人就对啊啦。啊，我原来甲赞成讲对啦。少年人人品介要紧，阿公遐只海头讲对，即卖啊后生家真唔是款哦。啊，但伊讲一句吼，我煞又阁未晓啊啦，我应该问啦。讲阿公遐啥做后生家？嗯，啊，但你唔捌听少，阮保阿寮哦，婚姻观哦，应该去砖头哦。阮海口的人拢嘛讲后生家，后生家解说，我又阁去平台哩大书店，原来就是青年人的意思。哇，阿公兄咧讲一句后生家，咱即马原来真罕得听呀。那细汉你捌听许大人讲过，搁甲提出来了。后生家，阿公兄讲的，讲来广播电台食头路，就是爱学一门个专门科嘛。即句专门科咱就会晓啊。喙齿疼爱看齿科，左人要生囡仔爱去妇产科。选技选了，我也是专门科，我上熬做。搁正啊，你咧讲稻谷，你当时要选，无啦吼，我咧举例啦，社会。每一种的专长都是一项的专门科。今仔日国政用心计较，将台语三字的意思拢甲倾做伙。我嘛望望讲朋友当中啊，你加减捌听。今日换作咱提出来讲，提出来聊，将这话继续保存落去，将台语的艺术继续流传落去。